喺呢個奧運期間咧，我睇到中國嘅人權狀況係變差嘅。我哋睇到好多北京嘅市民係被驅逐出北京，好多工廠要停工，同時申請示威嘅人俾佢欺騙咗。我哋今日嚟中聯辦提出我哋嘅請願信，係繼續要求北京政府兑現改善中國人權嘅承諾。